大家开班会了啦。班长，博彦还在睡，那你叫他一下。起床。这哪里有谁？起床开班会了啦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年因为疫情，所以要来讨论毕业要怎么办。疫情不能出门，要怎么办毕业？耶，不用办了。正确。哦，好哎。那这样我要下线啦。是大家回来，你们竟然就中了拍片叔叔的计谋了。听说今年疫情，他还在那边暗爽，庆幸不用拍幼儿园影片了。说不用拍就让他爽到了，怎么可以让他糖过呢？那我们毕业典礼怎么办？线上毕业典礼啊，我看其他幼儿园也都是这样。线上毕业典礼也太无聊了吧？笨蛋，线上毕业很棒啊，有一些明代立委致辞的。可以关静音直接开始接剧啊。对啊，线上毕业要怎么办讲？就园展宣布得奖名单之后，一起去园丹宅来议啊。可是你完奖之后都要跟园长握手哎。停课前园长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发一个这个1:1园长首先定版，他说到时候得奖就自己拿这个握手。我还以为这是不求人哈，不是吗？还是我们用 B 二，像一级玩家妹一样啊。一起进入一个生日之境的虚拟毕业典礼。好哎，赚钱。幼儿园有钱做这个吗？1:1园长手的预算，一大都只能用几张桌。那我们缴的学费呢？你没有发现园长一直都在换新衣服吗？各位家长，我们所收取的费用完全花在小朋友的教育经费上，我并没有什么新衣服哦。我现在穿的衣服还是我媳妇。毕业典礼只有颁奖吗？这样很无聊耶。还是我们毕业结合线上园游会？你说有线上小吃摊、线上市集，还有线上套圈圈吗？不就外送、网购跟线上游戏，这些不就是平常视讯上课大家另一个视窗在做的事？博彦，你刚刚都没讲话。那你提一个意见。班长，他把我们关静音了啦。讲话。你在吗？干嘛？还干嘛？你是不是一直在偷懒？我来哦。那你想一个，我们毕业还可以做什么？我的网络有点不稳。他去追剧了。不然我们毕业结合线上小奥运办比赛，好像很有趣。视讯赛跑感觉很不错哦。每个人从电脑当起点跑房间一圈，然后回到电脑看谁比较快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家住100平大豪宅，这样我们就输定了。这里只能是一季五了。好的。毕业感觉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拍照抛学士帽。去年学长姐还可以去毕业，我们今年连毕业都没有，因为疫情生活都变掉了。这一两年大家的生活照也是戴着口罩，未来回头看照片都不知道谁是谁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人生中每一个难关都是很珍贵的回忆，我们可能是这几十年来唯一举办线上毕业的一届，而且这几个月都在家里上课，跟家人的时间相处变多了，爸爸妈妈也都很开心了。